前情提要，1月16日新上市2024年第二批五款刮刮乐幸运红包，买一张019，结果没有中，同一家店同一款幸运红包再凹一张。那首先我们就先来复习一下几率分配，幸运红包几率 34%， 几率结构杠归零元，100张有66张，200元100张中 13.89 张，300元100张中 11.2 张，500元100张中 5.76 张，1000元100张中 2.76 张。这款看能不能凹中100张中的8张500元或1000元的。上次说到一月份还有700可以赔，今天就继续同一家店再买幸运红包086，看能不能凹出来中奖。不是这两张幸运红包，上次的019杠归选号逻辑一样，选前八码加总等于尾码，张幸运红包1+7+8+0+7+5+0+8等于6，选尾码086，一下要来刮这张。依照往例来看一下现在时间，现在是中原标准时间1月22日星期一，现在开始开刮，先把 QR Code 刮开。看有没有红包的符号，前三个符号没有，刮这第五个符号已经刮出来红包了，包出中奖了，最少保底200元了，看能不能追加，继续刮下去。就不懂吗，树枝上也落了，看不到风一来了，再刮三个没有，剩下大约该还有七个符号，继续刮。再刮两个没有，剩下大约该还有五个符号，再刮两个没有，剩下大约该还有三个符号，刮又再出现一个红包，变成中300元。这里出现英文字母 T， 应该就是300元啦。别再哭，别再甩 ，Go！ 最后一个没有了，就是只有300元。送啦，送啦，捞到中奖！最后还是依照往例用 A 扫一下确认一下，用 A 扫一下确认一下中奖300元。别再甩 ，Go！ 一月份700元可赔，本集小赚100等于还有800可赔。下集测试叠款，希望继续凹到中奖，祝大家幸运中大奖！谢谢观看，请帮忙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哟，谢谢大家！请帮忙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哟，谢谢大家！